但是我想要瘦一点，中间偏瘦的比例，我觉得47差不多。这样，海拉有漏点吗？我检查一下，还好吧。对啊，你发烧烧过头了。第二条血，这对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啊，就慢慢。哇，我今天真的好安静哦，完全嗨不起。9700。跟小许一起的话，每天都是愚人节。儿童节，谢谢 Jesse。他就不吃宵夜啊，他不吃啊。你喜欢我绑马尾哦？是我真的我绑马尾，我刚刚看久，我觉得好像还好。不是我不带他去吃，是他不吃。好久没动，看在海。我今天已经吃了一大堆东西。我今天也吃一大堆了。去吃宵夜。还是我满公主头。他把他带走了。第二条血的部分，因为他血。蛮多的齁，1700万，这边就是开纳奇，然后辫子还公主头，我不太会绑辫子。这边我们直接开一次龙科好了，齁。辫子我不太会绑，我们开这个好了。哦，好丑，我的妈呀！这样子，我要杀史莱姆了。是啊，那我不想看。又是这位女子，好久呢？有人在 Q 她，我不认识啊，你的什么表弟哦？他表弟很多哎，他有超多个表弟。建议绑双马尾吧，连我没看过你绑双马尾。我不喜欢，那太可爱。哦，你不走这路线了，我不走那种太可爱路线。不是啊，我怕你等一下刚好截这段，然后等一下网友看到就觉得这女人很做作啊，妈的做作女之类的，等一下被呛。嗨，维新。我今天没有搞笑啊，他说我真的很好笑，他说嗨点很好笑，今天很冷静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都蛮淡定的。我今天完全没有在搞笑，我今天非常的。等我发烧好再来搞笑好不好。我今天非常的内敛。等我发烧好。谢谢 Dragon Mist。我看一下。蔷薇是接近100%哦，100%。谢谢李伯宗。我的芳名，哇，这个人好像古人哦。他说这个女子的芳名，好像蛮浪漫的。请问你爱这位的是不是？因为我蛮爱看古装的。欸，你知道之前以前我朋友载我，骑车载我，然后我那时候很爱看古装，然后那时候红灯的时候，我跟我朋友说，咦，你知道吗？我朋友大笑。各位观众，你知道鱼是什么意思吗？你等一下，
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打。这边血量是2000万哈，2000万，然后开个人，开个女武神好了，2000万蛮硬的。我又为了观众再绑回来，这样子应该是没问题。这样子我精准的伤害计算应该是没问题。OK， 然后下一条血是黑白腐蚀嘛，对。这个地方的话，900多万，我觉得我们直接开人吧。云泽，你是说绑起来吗？我刚刚看有人想要马尾，我又绑回去了。可是我觉得马尾这边好空哦，就是脸这边都不能遮那个肉。晚安，廷威。对，鱼语的时候就是停的意思。哎，没打死，但是没有影响，再打一次。这一颗起手，这一颗起手。谢谢世成。我有看那个、啊《甄嬛传》，最近有看那个。好，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带走了。那就来到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很简单，技能。最近有看孙俪演的另外一部，我很喜欢孙俪。我觉得三回合应该是。谢谢前方。好像不用开对。要开还是不开？各位，是不是要开？开了之后，目睹性攻击提升到 2.5， 消几次？如果说我三个附加效果的话，是不是提升到 2.5？ 是不是要开？如果说不开的话，它是神主两倍。如果开了这个的话，它能提到 2.5 吗？开哦！老板 ，Hello， 老板嘞？维盛。你回国了吗？你不是在上海吗？开哦。好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要请这个男嘉宾？”好，开了，来，给你转，给你转哦。这个我分转的。这很好转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好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起手可以，这可以，这个起手有没有？这个起手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这个转法你看好，这样子。我试一下，你先看好。我会。等一下，这样子，右上角这颗起手。我会。这样，这样。你看好，你看，等一下，你看这个啦，这个起手哦，下来，然后左边上去，然后到这一个地方。我好着急，我再往下。这个下来。啊，我好着急耶。好，大家看我怎么转。不是。大家，你看。下，到最下面。好好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对，厉害厉害。小看宝，我觉得你很强哎。小看宝，我觉得你很厉害。我杀死安魔。我发现你蛮聪明的哎，因为我发现我这样看我看不懂。可以过吗？7000多万。没有关系，还是可以过的。他应该没有碰到我的手啦，我觉得我喉咙好痛。我若感冒，一定是你传染的。谢谢桃酒。那齐通关。阿红。哭晕在你家厨房，在阳台。什么趁机摸手？我只是想说给他玩一下，对，又不是没摸过。小许蛮聪明的。这只血太多了，这只血7521万。谢谢 Lucia。